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我以前很希望有一好了，我该去睡觉了，明天见。 早上好，很安静，书里，这是我早上在庄园里找到的烧烤炉和一些食材，先拿去用吧。 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庄园进行烹饪，不用再跑到书屋上了。安全屋修建的怎么样了？我让路过的伐木工带了些仪器设备过来，你们应该用得上。 夜晚要孔木哨所送来的箱子里，应该有装备制造台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制造新的武器。 这些材料能用来制造一些新的武器。 谢谢你，萧炎，有你在这里，真的帮到我很多。快消灭那些袭来的变异者，他们正在破坏庄园。
现在安全了，希望他们没有对庄园造成太大的破坏。这里是内森，请尽快返回红木少佐，我们遭到了内战的袭击。守住了，还好有你在，我们需要。当然。我们求求。交给我吧。没有。主楼只有。还有一个。最近他说这是男孩子。他总是对着我笑。我想。越是这样。我猜到他在哪里了。我越担心。交给我吧。他只是个孩子。小男子汉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你爷爷很担心你。随时保持警惕。Nathan。非常关于之前结盟的提议，请帮我转告凯恩，就说。感谢杜亚避难所在红木少佐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们将是最好的盟友。欢迎回来，杜亚会全力帮助红木少佐渡过难关。不过，在筹备的过程中，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的帮助。
红木哨所目前，我希望没问题，我会尽快前往红木哨所。面对危险的世界，大家一起协作会提升生存率，加入营地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